价值观、人生观，有点老土，反正就是得聊得来，对吧？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是最好的。第三，摸得着，这一点就是我会有点介意一点点。然后我希望我找的男朋友是，就是在上海学习或者是工作。你给我偷吃桑叶啊？年龄上其实那我乌龟没有嘞，太多要求，然后太喜夸欢张的了类吧？型其实也，我觉得很难定义吧，因为还是看具体的人的。其实要点就这么多，还有一个点就还是跑去乌龟的我很家想里面认识拿你哎。们，然后如果你对我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事物，然后。